这边呢已经回来了啊，昨天我去拍卖的那边把拍卖都送掉了啊，然后把我们这一次流派的东西也取回来了啊。这前面的视频就是讲了一下去送品的事情，现在我们一起看看流派。这是一仓啊，这就十几个都是大官，结果200块钱没人要，如果有人要的话，这个200块钱拿走啊。十个大官盒子币啊，不都是奖铜，还有小字什么的啊，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什么50块钱一个大官很便宜啊，带着盒子那都很贵，从10块钱20块钱一个吧，没人要啊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堆流派的东西啊。啊，我们看看啊，这一堆流派都是些什么。今天流派的是什么，就是先看第一场的啊，然后再看一下第二场的。第一场的话就是应该是我们10月10号吧，好像拍了一场吧，13号的那一场的，应该是啊，13号那一场的，17号应该17号，11月17号那一场啊。这两个没有拍出去200块啊，这个反正出风了嘛，公博出风了，我感觉卖个100多还是没问题的，结果没有卖出去啊，说明现在大家对这个铜板啊还是都比较在乎，它的那个品种品相都在乎，也不光光是品相就行啊。嗯，我感觉品相还可以的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粉丝的东西啊，一个粉丝的东西。他还跟我借了5000块钱，他的东西成交怎么样我不大知道了。这是广东生一角啊，这个是一个江苏赵石纹，这个的话到时给他寄回去吧。这个是粉丝的，它还有多少东西在我这里。哎呀，这是一个，这个不是流拍的啊，这个是拍出去的，但是这是个6级币嘛，宽钉啊，拍了200多块钱，我肯定不愿意卖，拿回来放着吧，等到明年铜铃铜宝的书出来了，价格也许好一点啊。这是一个赠送的正字啊，赠送的正字，我感觉挺漂亮的，我觉得这一个比那个大字还漂亮。哎，别人喜欢大字，我就喜欢送正字，也无所谓啊。这个本来也拍出去了啊，是我自己拖回来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抽式，我感觉这个板不是抽式啊，但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板，我感觉不像抽式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凝字啊有点降凝，看到没？首先我确定它是个降凝，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大板。这个是啊，可能是个大板，我要查一下，我就把它拖回来了。我感觉不是抽式啊，首先它是个降临，抽式不会降临的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东西。我到时去送盐再打个盒子吧。这个呢，我就是觉得是个美秀啊，美秀的一个建盐爆蓝秀的，很漂亮的其实啊，灯光拉过来一点还可以的，状态很不错的啊，一个爆蓝秀的一个建盐。居然没人要200块，哎，算了，卖不掉就留着吧，反正我的本已经回来了，我已经卖了，他那里拿的其他的一共花了300多块钱，拿了一堆小东西，我卖都已经卖了快1000多了，也已经赚回来了，这个就当是利润了，放着无所谓，都已经把钱赚回来了，多出来的钱，多出来的东西了，无所谓了，留着吧，就自己玩吧。本身我蓝秀的也不是很想卖啊，这个是我在股权园地花100多拍的吧，这个啊，一个赠送的一个霞川小字啊，我觉得品相特别好，居然没人要200块钱，我还送了他一个这个球镜，对吧？哎，没人要拉倒，自己玩了。然后这是一个藏通宝啊，那个拍卖的说这个有裂，其实我们听听声音没问题，后来我也问他为什么嫌我这个有裂，后来他自己听听应该是没问题，他说。然后我到去打个盒子吧，打盒子出来这个我800块钱来的，能卖个400-500块钱，因为它是一个板，我捡漏了啊，所以无所谓。这个好像是被打假了吧，就是他们觉得这里面的这个币是假币，知道吧，就外面盒子没毛病，但是里面这个币就是公博认为，就是华夏认为是假币，就把它打假打下来了啊，所以上面还贴了个名字，把它打假打下来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情，就是被抽到北京打假了，应该是这一枚币，就宝吹的币还被打假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一枚也是被打假的，这一枚就是啊，应该是一开始看没看出来，上拍了，然后发现这个币不对，应该是个假币，好像就被打假打下来了。
这是一个小鹿吃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典型的一个假币啊，小鹿吃桃的假币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边上字根都有修，看到没，很舒服的啊。但是它是坑坑洼洼的，然后呢锈很斑驳，很多地方漏铜，很不干净啊。声音再听一下，是不是很响亮啊？这也是个假币啊，这也是个假币啊。现在假币都做得很好的啊，这一堆没拍出去也挺郁闷的啊。然后我当时记得没错的话，他写了除了布全其他都有裂啊，这个有裂，这个布全是好的，其他都有裂。这个布全是好的，其他都有裂。啊，果然有裂啊！这个铜针也有裂。哎呀，无所谓了。还有一个币掉地上了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这一枚。啊，这一枚是粉丝的，让我帮他拖回来的，跟这两个东西是一起的。他应该还有一个宝书局在我这里。我扔在桌面上了，好像扔在我桌面上，还有一个宝书，我不知道扔哪里去了。哎呀，反正无所谓，一个小东西啊，在这找到了。这粉丝应该还有这几个东西在我这里啊，我给他拿个袋子装一下，到时候给他寄回去就完事了。哎，好，就拿这个袋子吧，无所谓了，拿这个袋子啊，这四个东西是他一个人，给他寄回去就完事了啊。没有其他的他的东西了，就这四个东西是他的，我给他整理一下，给他寄回去就完事了。哎呦，不过要等他把我那个钱还了再给他寄吧。他给我借了5000块钱嘛，先等他钱还了再寄吧，方便上嘛。嗯，然后是这个是一个长通，我拿出来吧。嗯，是有点尴尬的啊。很尴尬，这个呢也是我自己拖回来的啊，这个签字也我拖回来的。我觉得200块卖掉签字是不大划算的，因为签字到底是什么版谁也不知道，他就写了个签字。嗯，具体是什么版不好说，对吧？我感觉是抚宁啊，又不像抚宁。嗯，反正到时看一下吧，反正是个签字啊，留着呗。嗯，一个签字，一个这个戒严，这几个我都挺满意的。这一堆都是我的这次的一些小东西啊，也不值几个钱嘛，这小东西。这样都给大家拍一下，上传到我的闲鱼上面。哎，都是坑啊。然后差不多就这些东西吧，别的也没啥了。啊，这个第一个包裹就到这里啊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